大家好，我是尼克，今天带大家看 F1。我们现在在排队进场，等一下检查背包。再看一个蛮酷的店家，他在做户外的理发，超帅的。我们现在在吃午餐，然后我们刚刚买了一罐百事可乐，然后这是那个卡巴卷跟薯条。这样总共要多少？18块澳币，超贵的。来了来了来！哇！赛道上面，他只要比赛结束啊，你的人就可以走进来这边。啊，你们看地上哦，超多轮胎屑的。那轮胎屑都是激战过后留下的痕迹。应该会吧，超多的。现在走去那个颁奖台，颁奖台不是签证，颁奖台。我们要走去颁奖台，然后看那个颁奖。